医疗跟科技越进步，人就越来越注重养生，希望长命百岁。为了掌握大健康数据产业的商机，总部设在台湾的木环球控股集团，针对加盟通路市场，已经有台北、中立、台中、高雄四个营业处。董事长牛炎炎说，木环球控股集团以科技智能跟快速复制的模式，开拓中国跟东南亚区块链，推动全球实体连锁展店的计划。整个我们国际化的一个布局，还有在接下来我们在第三季新的产品，我们代理到全球拥有100多国专利的这个独家产品，然后预计也带入到我们木川来拓展我们全球性的市场。2016年，木环球集团创立木川国际，以优良产品、永续经营、服务创业的品牌理念，打造全球联网跨境电商虚实整合的全通路事业平台。5年的时间之内，就有成千上万的伙伴跟会员热心参与演讲聚会，还会互相勉励，一起欢乐带动唱。来，拍手拍手。可以照顾更多弱势的平民，可以借由分享经济来达到创业的目的。所以我们在边无形中的学习到成长，所以一直业绩会长好。我加入木川事业有1年半的时间，现在业绩稳定收入每个月都在10万块以上。除了养生连锁实体通路之外，木环球控股2013年创立天目岩盘浴，推出 Daymore 品牌会馆。参考日本温泉，营造大自然疗愈氛围，使身体自我放松，找回健康跟快乐。利用我们所谓的岩盘浴的概念，利用自然的这种矿物石，它也分泌出我们自然的所谓的远红外线跟我们的负离子，它可以真的深层的导入到我们身体里面去，由内而外的让你的毒素做一个代谢。牛炎炎董事长说，目前 Demo 会馆已经有20家，超过8万个会员，2017年业绩已经破亿，成为台湾岩盘浴连锁第一品牌。厦门、上海、北京、新加坡、吉隆坡、槟城跟中东6个国家都有营业处跟会馆，希望达成全球1000家的目标。预计2019年下半年会在美国 OTC 挂牌上市。美容媒体事业，然后在美国挂牌，这也是一个台湾的盛事，那也是一个华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喜事，那也非常荣幸可以参与到这个 IPO 的一个过程。木环球集团除了自有品牌保养系列跟居家抗菌产品之外，也代理3000种彩妆、香水、媒体、美发跟保养名牌商品，希望集合国内外发展基金，运用全方位的资本市场，打造木环球成为一家永续经营的国际企业王国。记者陈文旭、小友金综合报道。